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大埔新达广场分行的 Angel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翠怡花园睇一个特色两房连平台的单位。翠怡花园位于太和翠怡街三号，一共有三座，单位总数合共有496伙，发展商是恒基兆业，入伙日期为1986年的12月。屋苑已经完成大厦维修，无后顾之忧。由屋苑只需要过条马路，步行大约3分钟就去到太和火车站啦，十分之方便。除此之外，屋苑步行大约5分钟就去到大埔中心啦，消闲、购物、交通都一应俱全，有齐晒啦。我哋今日睇嘅单位系位于 B 座，实用面积460尺嘅两房。单位是两边厅的间隔，有绮丽的装修，附有83尺的特色平台。平台位置可作晒晾的用途，同埋摆放洗衣机，种下植物咁都几惬意噶。客厅位置够阔，可以放到梳化同埋电视柜。单位原籍在客厅的位置有间房是3房来的，业主就拆了间房，令到客厅空间更加见使，多了个窗令到采光度更加光猛。饭厅有对流窗，可放4人餐台。厨房保养得宜， L 型的设计，橱柜收纳空间充足，可以放到雪柜的。洗手间新净，设有窗户，是用旗杆的。两间睡房的面积差不多大，同样都是方正实用，放到双人床和衣柜。第二间睡房，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想预约看楼或者有任何的查询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。多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